哎，啥玩意儿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回来了。不是大爷，你干啥呢？又是？不是，我再试一下。如果小偷选择走窗户后悔的想走门的话，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？这小偷也太二了吧！啊，你说这脚啊，都迈了窗户那边了，就为了再走门再迈回来。是啊。有点二，赶紧的，来坐下喝水啊！好，来，哎呀，哎，坐下，小张，来，嗯，坐，坐，哎，那个，你家有啥值钱的没？有啊。啥呀？这镯子，你看，70多克呢。哎呀，我从来就没摘下来过。啊，你也不打算摘了是不？那当然了。那你要不打算摘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别走啊！你听我先走吧。哎、你陪大爷。我让你，你让我走吧，你别让你让我待着待着了。是，哎呀，大爷这个。等会儿。你姓宋，你不是明星小张。嗯。那你是谁？我是便衣小偷。我是盼星星，我盼月亮，我终于等到你呀！不是，大娘你，哎呀，孩子，来，我吃香蕉，吃橘子，你喝水。哎、大娘，稳当当坐着啊！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大娘，打个电话，坐着啊，吃，吃啊。来了，谁呀？小偷，你不信，你等着。说句话，老田了，听见没？赶紧来，娘嘿，咦，大爷，大娘，给谁打电话呢？警察。你干啥？我呀，大娘，你别这么闹。我啥也没偷。我管你偷不偷。你干啥？当警察。完了，哎、我来了。小偷。嗯呐。你是搁哪抢个小老头回来？这是。是。大娘，你撒手！我知道是小偷，小偷交给我。警察。我专门是治小偷的。我呢？站住。小同志，我呀，我跟你说，英雄啊，我啥也没偷，来了，哎，来了，我啥也没偷，哎、对，你看他，这孩子长得多像小偷啊，多钱雇的？我没花钱，你还少花钱了吗，大娘啊？你说你找演员找个专业点的，你瞅这样式的，多大岁数？81的，81了还当演员呢？你咋不说实话呢？你看。作案工具都搁这儿呢，这不是啥，这是啥也不是，这是作案工具吗？警察同志，你呀，你看都有什么来？洗洁精，小喷壶，抹布，口罩，这不是保洁吗？这不是？拉倒吧，我所里有事儿，我得回去了。他真的是小偷。是小偷吗？是小偷，这明显就不是小偷。是小偷，谁能说自己是小偷？不是，小王，你听我说呀，他是真的，你咋就不信呢？完了，我对我人生追逐的事业感到迷茫了。大爷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迷茫，我还迷茫呢。你说你干的这事儿，你说让你妈知道。还得多闹心呢，我早都没妈了，我都没见着我妈长啥样。那你也不能干这事儿啊！我不干了，大爷，我不干了，我兑现方式，我不干了。那你走吧。那我走。等等，又咋的了呀？你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，那我家得乱成啥样，他们才能相信我走到了？简单呢。开柜。等会儿，有指纹。我来，
半开。半开。拿衣服。拿衣服。扔得漂亮。扔得漂亮。果盘下地。果盘下地。漂亮。漂亮。沙发往前挪。我挪不动。我帮你。来嘞。好嘞。阿姨。也就这样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别报警啊。别。大娘咱说好了，咱说好了的了。咱说好了不报警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这是啊。那不，你走你的，这事不赖你。你走了以后，大娘再报警。大娘，你这样我不走了。你告诉我答案，为什么那么期待人家来偷？为什么老报假警？为什么 ？Why？ 哎呀，我报假警啊，就是想把警察招来，陪我聊会儿天儿。我跟你说哈，大娘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日子过得老幸福了。我跟你大爷呀，那是有说不完的话。没过几年儿，你大爷生病走了，留下我跟孩子相依为命。好不容易把儿子抚养成人了，也结婚生子了。儿子说，我到国外打工，我挣好多钱回来好好养你。这他们一走啊，我就发现心里头空落落的。我们老人要的不多，你偶尔打个电话跟我们报个平安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行了，收拾收拾走吧。